是来自新加坡的选手，24岁的黄靖伦，他演唱的是《一个人生活》，掌声欢迎他。唱的时候觉得，哎，那声音像谁？那我突然间有张信哲的感觉，我蛮喜欢他那个假音，就真音在转假音的时候，我觉得蛮稳的。嗯啊，所以当然也听得出来他有一些紧张，但基本上算不错。我们先看分数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黄靖伦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，请评审按灯，17、19、19分。很惊讶，很惊讶吗？哇，你真的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大型的比赛耶？没有，第一次上舞台，我脑袋就是空了，就是只想着要唱好这首歌，要投入。哦，哎，真的有没有相机啊？来一个，快点啦！人家第一次录电视，然后19分，你站在那19分，那我帮你拍张照，快点！真的真的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要近一点，对不对？谢谢。要跟新加坡的朋友说什么？爸爸妈妈，你们又可以看多一集了。哦，又可以再多看一集，是不是？希望你一直唱下去，掌声鼓励黄靖伦。谢谢。